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376面376页倒数第二行啊。本经与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之因地修行、殊胜誓愿等等无边妙法行，殊胜誓愿等等啊，无边妙法行啊，陈述详尽。广于于尽，世尊介绍净宗，介绍极乐世界，介绍阿弥陀佛，讲的最详细的就在这部经上，其他经上呢只是略述，没有这么详细的说明。本卷内容黄念老将他的注解分为四卷，那么这是第二卷啊，第一卷我们修完了，是第二卷。第二卷呢，从第四品到第十品啊，那么先把这个内容啊介绍一下。那么这就是弥陀因地发愿。与大愿圆满的经过，也就是说极乐世界是怎么造成的啊，要把这个事情交代清楚。经中一开头就说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数之劫，这是讲时间之长啊，很久远的时候，这个时候阿弥陀佛没成佛啊，是在因地修行啊，他的身份是个国王的地位啊，当时世间自在王在世间教化众生啊，他听经闻法把王位舍弃掉了啊，跟佛出家，法名法藏，这法藏比丘在这个时候他发48愿，48愿可以说是菩提心的具体说明啊，一般经上只劝你发菩提心，菩提心内容是什么？48愿是最详细、最具体的说出来了。啊，发了之后不是说发了就完了，发了要修行，要把它做到，每一愿都做到，彻底做到。这里头有个很深的道理，现代科学家发现了，意念的能量不可思议。佛在经上讲过，智心一处啊，无事不办。弥陀办这个事可大了，为什么呢？建造极乐世界。这个不是小事，哎，念力可以造成，可见念力之大啊！这么大的事情，阿弥陀佛用念力能够办到。我们今天要求生极乐世界，要想帮助地球恢复社会秩序，
帮助地球化解灾难，这小事啊，跟阿弥陀佛比太小了啊，怎么会帮不到呢？关键呢，就在我们能不能执行一处，关键在这啊。诸位要知道，我们的心是散乱的，念头太多，就像光一样向四面八方发现，所以它散了，散了力量就没有了。你说光隔一张纸它就看不就看就找不到了啊。如果把这些光集中做一点，那就叫极光，那极光连钢板都可以穿透啊。这是什么？这是物质的力量啊。啊，光是物质，物质力量集中一处都能产生这么大的效果，何况是意念啊。佛在经上讲这句话不错啊，智行一处无死不办，阿弥陀佛就是根据这个道理啊。四十八愿愿愿圆满成就花了多少时间呢？五戒多长啊？这个世界沉住坏空五次啊，时间之长呢，我们就可想而知啊。所以极乐世界从哪来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之所成就。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对这段事情不怀疑了，而且非常感谢阿弥陀佛啊。这桩事情虽然是人人都可以办到，因为每个人自信是相同的啊，智慧的能是一样的平等的啊，他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但我们心收不住，他能收得住，我们没想到他想到了，我们无法做到，哎，他也做到了，这个难为他了。所以要成就众生呢，先要成就自己啊。阿弥陀佛明白这个道理，这法藏比丘啊，啊，所以他想普度众生，先成就自己，让自己的德行智慧向好圆满而没有丝毫缺陷，他就有能力帮助变法界虚空界六道里面的苦难众生。理上讲得通啊，事上就大有可为呀！啊，极乐世界成就之后，到现在世界，这个世界，他帮助了多少人？啊，上面能有能力帮助等觉菩萨，往下去呢，有能力帮助地狱众生，这个功德还得了吗？啊，故知弥陀因地发心修行，为时时难成绩，这时间太长了。勇猛精进，锲而不舍，啊，成就这么大的事业，啊，完全是教学。啊，极乐世界没有任何组织，我们在这里没有看到。这个世界有天王
啊，有过往没有看到，在这个世界没有看到释迦牟尼佛介绍啊，极乐世界的社会啊，有四农工商，有各行各业，没看到。释迦给我们介绍的，只是老师给学生，老师是佛。阿弥陀佛是老师，十方诸佛是老师，十方诸佛常常到极乐世界去授课，阿弥陀佛好比是校长一样，啊，菩萨是学生，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都称菩萨。众生根性不一样，到极乐世界当然不起，但是在极乐世界是受到平等待遇。啊，全部都是阿惟越智菩萨，这是弥陀的本愿，他做到了。啊，这个道理很深。我们也是这么多年的熏习才明白啊，不怀疑了啊，加上这几年这个量子力学家的他们的研究报告啊，跟佛讲的原理原则完全相同啊，世尊3000年前说的，这一批科学家是最近30年才发现的。啊，让我们对于法藏比丘建立西方极乐世界这一桩事情没怀疑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桩事情啊！啊，修这个法门，最后不能往生。绝大多数的人对于极乐世界有怀疑啊，所以破疑生信。这是经中第一桩大事。下面说。但更应知弥陀发愿之时亦非凡夫，那么由此可知阿弥陀佛修行时间之长久啊，他发愿的时候不是初学啊，是修行很有根底啊，故得多称此时已是地上菩萨啊，不知道是哪一地那么地上菩萨换一句话说三贤毕业了，前面有40个位次是信是住是行是回向，这40个地位都修满了，这才登地。如是则弥陀最初发心之时更远于此，比这个经上讲的还要远啊，经上讲的也就是说他在菩萨地位上是最后的这一次啊，以后就成佛了。是故净宗学人于此应生净信弥感佛恩呐，对这桩事情我们要以清净心来接受。
啊，决定不能怀疑，怀疑感恩的心生不起来。啊，你真的了解了，真的明白，真的透彻了，这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事情。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听上一辈的大德们讲经，没讲清楚啊。古德注解有没有注清楚？注清楚了，没看懂。我们自己早年讲经也是囫囵吞枣啊，理太深了，无法想象啊。啊，佛在《大小乘经》里面都告诉我们：智心一处，无事不办；执心一处，讲的好多啊。我们没体会到啊。啊，古大德注解，智心就是禅定。啊，禅定确实，那个功夫浅深程度差别很大。啊，佛所证得的这个禅定是自信本定啊，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那是自信本定啊，从修定修到本定啊，从华严经上凡夫修行成佛经过52个阶梯，那这个禅定就是52种啊，每一种里头还有很多差别啊。所以大经上常讲啊，无量三昧，这意思就是三昧就是禅定啊，禅定的等级浅深无量无边呐。啊，阿弥陀佛达到边际了。啊，广达到边，深达到底。这个经上所讲的真实之际，那个际就是边跟底，这就是圆满成就了。是故我们对这个问题升起真正的信心，对阿弥陀佛的爱戴感恩呢，自然就升起了啊，那就有感应了。盖此极乐一真皆持名妙法，乃弥陀无量无数不思议界精勤修习之妙果。他用的方法太简单了，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就能成功啊！所以这个法门好啊，上中下三根全做得到啊，上根没问题，对其中的道理完全通达明了，没怀疑。下下根人他是两性，对于道理并不懂得，但是他有那股热情，他真心一点都不怀疑啊，所以他也能成就啊。成就的等级居然跟法身菩萨居等觉菩萨了平等，
这个不可思议。完全在用心呢、啊、用真实心正平等觉，精心修习就是知心一处，真诚、清净、平等觉啊，今次一次果觉了，作我印心。我们今天占到便宜啊，阿弥陀佛教导我，我们只要老实听话真干，一生决定成就。那无量的清净平等觉了，就是阿弥陀佛修成的妙果啊。现在把这个果觉作为我们的因心啊，只要我们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我真信，我发愿这一生当中决定要往生亲近阿弥陀佛啊，锲而不舍，不受一切境界影响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一概不受影响，就决定我是慈恩慈德了，非言可喻。这恩德太大了，说不出来，比喻也比不出来。再者，弥陀因地九正法身，啊，这个九正算极乐世界建成到现在是十劫了，对，十个大劫。故此一尘愿望，六字洪名，极乐一真种种庄严，甚至一毛一尘，无非弥陀无为法身真实智慧之所留念留现。啊，这是修行中基本的概念，必须去做。没有这个基本概念，你就有疑问，有疑惑，有疑惑就障碍你，障碍你这一生不能往生。啊，我们就晓得基本的理念非常重要。所以无量寿经不能不学，不学能相信，一点都不怀疑，那是过去生中善根福德深厚啊，他一接触他就相信，他就不怀疑，道理懂不懂他不需要啊，我就是相信，我就是不怀疑。这样人有没有？有，而且还不少啊！所以念佛的，我们看到许多人往生了啊。往生必须要具备这个条件，所以古人常说上上根人好度，
下狱之人也好多。那个下狱之人就是这个经上所说的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啊，这一生的人生前世的造的业不善，所以这一生当中贫穷下贱，他遇到经宗了，他就信。啊，像这个地仙法师那个徒弟郭鲁匠一样，不认识字，真正是贫穷下贱，生活非常艰苦。到四十多岁了，才想起小时候玩伴，啊，这个朋友出家了，啊，去找他，想跟他出家。这出家不错，有吃，有穿，也有居住的所在，不至于流浪了。啊，找他。啊，但是四十多岁出家也必须要具备条件，他都不具足。啊，无堂功课不会，那你寺庙不能住。那讲经学讲经吧，不认识字。四十多岁学有困难。啊，可是确实是小孩在一起玩伴，那又不能拘拘。啊，所以就跟他谈条件。啊，给他剃度出家，不要住寺庙。啊，到乡下找一个废弃的小庙，没人住的了。也没主。啊，就叫他去住，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你就老实念这一句，将来决定有好处。他是个老实人，念什么好处他也不问，你叫我念我就念。啊，念了三年，欲知实质，站着往生。啊，往生了还站了三天，等地仙法师给他办后事。诸位想想，哪一个人死了站在那条还站三天？没这个例子，他做到了。啊，这是什么？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前世造的不善业，这一世得贫穷下贱的果报，遇到净宗，他的善根发现了，啊，真心、真愿、真念佛，你看他问题就解决了。啊，我们看到好像是很简单，没看到的过去式。过去式中啊，已经是许许多多长时间生生世世曾经修这个法门，曾经供养三宝，累积的善根，这个善根加持他，啊，他才能真心真愿真念呢。
故此亦称愿王，六字洪明，极乐一正种种庄严，甚至一毛一尘，无非弥陀无为法身真实智慧呀！啊，真实智慧之所流行，三种真实都在你看到了。啊，夜夜皆超前历尽。情是凡夫，凡夫有情执，弥陀超越了。见是修行人，修行人有知见，就佛知佛见，超越了。啊，超情历尽，极乐世界所有的一切，换一句话说，不是凡夫，不是声闻缘觉一般菩萨能够了解的。为什么呢？夜夜皆是实相正因之所因。啊，夜夜皆是诸法实相啊，之所显示的。诸法实相谁能见到？法身菩萨见到了。啊，设法界里面佛菩萨没见到啊。啊，设法界里的佛菩萨叫全大乘，啊，全教不是实教。天台大师称他为相思记，不是真的。啊，佛法里的真妄标准是真心跟妄心，用真心是真的大乘，用妄心是假的大乘，不是真的，叫全大乘。啊，设法界里面的佛菩萨还是用阿赖耶，也就是说没有能够转八识成四智，转世成智才是真正的菩萨。啊，大乘菩萨没有转过来，那叫全教。他们没有见到实相。啊，实相是什么？相中见性，性中见相。相由性空，事由理空，这真正见的实相了。啊，见到实相的人，在所有境界里头，决定不起心不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而他什么事情都清楚，什么事情都明了。就是不知足，啊，这跟没有转世成智的人完全不一样啊！啊，这叫实相真因之所因呢、啊。夜夜皆是开花显示真实之际。开始开启化是教化，
就在一切现象当中显示真实之际。禅宗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在一切法里头看到真心，看到本心。业因呢，皆会于众生真实之理。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你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身体接触到的，都是给你真实的利益。这个真实的利益帮助你断烦恼、消业障，增进德行智慧，这真实之理，故此法门不可思议。那么下面第四品，受名法藏比丘，因地学道发心的因缘。这一品经里说明。法藏比丘在因地学习的经过，正说因地，法藏因地第四。这个课里头第一段，在家闻法。分三个小段。第一个小段，身执佛事，这个很重要。出生到人间来，最重要的是要遇到佛。我们生到这个世间，运气算不错。为什么呢？释迦牟尼佛虽然不在了，他的经教还在。我们遇到佛的经教，等于遇到佛一样，能够理解，能够相信，能够学习，同样能成就。必须要知道，在这个世间，有佛出现在世间的并不多，非常稀有。真正难遇到。释迦牟尼佛教学的影响，从面上讲是全世界，从时间上来讲呢，是12000年，他的影响力，他的发源。12000年之后啊，佛法在这个地球上消灭了，那就没有佛法了，你想学也学不到了。所以这一次我们的机会一定要把它抓住，要把这桩事情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来办。为什么？我们很清楚，一世人生，再得人生呢不容易，得人生闻佛法那是更难更难。我们现在生的这个机会是很好。末法第二个1000年，你看末法10000年的，我们是第二个1000年的开端。释迦牟尼佛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照中国古人的记载，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是3038年。
啊，所以我们是末法第二个一千年的三十八年，我们遇到啊，真难得了。啊，在这个机会里头，机缘里头，遇到了下莲居给我们汇集这么圆满的经本。啊，这古人都没有看到过。啊，五种云一本的精华。这是多大的福报。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啊，里面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注解，集注啊，不是他自己注的，注解的集大成啊，这个都是稀有的因缘，我们遇到了，遇到这个经，遇到这个注解，要不能成佛，你不叫冤枉吗？啊，别人遇到不能成就，情有可原呢。没有遇到善本呢，没有遇到好的柱子啊，这是善本，最好的注解啊，读这一部注解，等于读83种经论，100多家的著述，啊，都是古来的祖师大德。所以，深知佛事是非常重要。啊，我们看经文，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速劫，又复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恒足善事，世间界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这下面是佛的十种德号，这十种德号是通号，只要是成佛都有。啊，这个通号是表佛的大德。啊，德是由行成就的。啊，如来有圆满的德行啊，所以有这十种通号。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无量速劫，凡于阿僧祇，凡为无量速。从梵文翻译过来的，央呢是尽的意思，无央就是无尽，啊，无尽数之劫，称为无央数劫，啊，这里有个挂弧，或阿僧祇劫，劫之一，见上品布施累劫。劫是极长时间的单位，非算数所及之劫，名无量速劫。啊，它太长了，算不出来了。啊，称它做无量劫，也称作阿僧祇劫。那么，而此阿僧祇劫呢，又复是无有限量，非思议所能及。不能想象，无法计算，
故云无量不可思议无量寿经，指过去之时久远无极，就时间太长太长了啊。那个时候这个世间有一尊佛出世啊，他的名号叫世间自在王如来。下面这一段介绍世间自在王，这是从唐译里面。会记的过去久远无量不可思议无数之大劫时，有佛出现于世间啊，名为自世间自在王。这是古佛别有的名号，不是通号。下面说十种是通号，一切诸佛都有的啊，别号是只有他有，其他的佛不这样称呼啊，所以称为别号。世间自在者，常在世间而不为世间所拘碍，拘是拘束，爱是障碍啊，他在世间没有拘束，没有障碍啊。拘束也有一点像我们现在人所讲的压力啊，压力有很多，有属于物质的，有属于精神的，种类繁多啊！啊，佛在世间没有拘束，没有拘束是自在啊！如佛照世间相，常住自寂灭，是世间自在意啊。佛对于世间的一切没有不知道的，通达明了啊，世间所有众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心行所感得的果报通清楚啊，没有一样不明了啊。常住自寂灭，这一句意思就是这些世间一切相呢，对他都没有障碍啊，他的心地是清净寂灭相，也就是我们经题上讲清净平等觉，没有受到染污，没有受到波动，就是平等，没有受到染污就是清净，没有迷惑就是觉悟，这就自在啊。是乃古佛啊，这是世间自在意。又真解曰：以世间呢配般若，
自在就是解脱意，往是发生，善意相继，不纵不混，名世间自在王。这是从涅槃三德来解释发生般若解脱啊，从这三方面来解释。啊，世间是智慧，明了，通达明了。啊，他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自在呢，就是解脱，烦恼解除了，业障解除了，得自在了。啊，往。说法身，比如说法身，世间自在王，三一相继，一即是三，三即是一，啊，是叫不纵不横，啊，与自信三德相应。这是从涅槃三德解释佛的名号，古代一切从属于王，所以把王比喻作法身德。一切法呢，从法身流现，法身没有形象，法身是个离体，现在哲学里面所探讨的宇宙万有的本体啊，宇宙从哪里来的，这个本体在佛法里就叫做法身啊，也叫做自性。那么现在科学家有个新的名词叫零点能量场，这是他们想象还没有证的，应该就是一切万法是从零点能量场流出来的啊，提出这一个想法啊，提出来之后当然要证实啊，现在还没证实。这个想法跟佛经上讲的法性很接近啊，归到零呢，零是什么都没有了，也就是说它存在，它不是没有，因为它没有物质现象，它也没有精神现象，它也不是自然现象，所以你没有办法探测它，它确实存在，是一切万法的本体啊，是一切万法都是从零变现出来的，到最后还归到零啊，这个跟大乘佛法讲的非常接近啊，大乘佛法说一切万法从自信流出，到最后还回归自信啊，那么这个自信在净土中就叫常寂光净土啊，常寂光这个名词有名，但是它没有现象，你找不到它啊，谁知道呢？妙觉如来知道，妙觉如来证得了，身心跟常寂光融成一体，身是常寂光，意念也是常寂光，
无时不在，无处不在。长寂光里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啊，没有时间，没有先后，没有空间，没有远近。啊，所以能与一切众生起感应道交，众生跟他有缘，他就现身。啊，他的现身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这两句话也是诸法实相，一切法的生灭不离当处，确实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但是我们不知道，就在我们眼前，我们不知道。啊，佛说得很清楚，说得很明白，我们听懂了。不是我们现前能力能够见到的。怎样才能见到呢？佛说，智心一处，你就见到了。啊，你有妄念，见不到。你起心动念见不到，分别执着就更远了。啊，不起心不动念，你就见到了。啊，所以佛告诉我，这一桩事情为证方知，必须你自己亲证，才是你的。啊，在这发生的大意，从发生流出，怎么流出来的呢？佛经上讲一念不觉，它就流出来了。一念不觉什么意啊？啊，又意义了，还归于发生。确实，一切法还归零。零点连两场，佛经上讲的自信，经宗上讲的长寂光，就发生了，故曰往事发生。发生生灭同时，生灭不二，这里都找生灭找不到。通达世间呢，这是般若的。啊，智慧也。他才通达明了啊。于是自在是解脱的。啊，因为他通达明了，他在这世间得大自在。他一点障碍都没有。也丝毫拘束没有啊，真的是来去自由啊，圆是三德，圆是圆满，圆满具足，发生般若解脱啊，三即是一，一即是三，如一字三点啊，这个符号梵文里头念一啊，不纵不横啊，用这个来代表涅槃真身。那这三点就是发生般若解脱啊，每一个里面都有常乐我净。法身里头有常乐我净，般若里头有常乐我净，解脱里头也有常乐我净。常乐我净叫四净德了，
无上妙德。啊，佛家不是说无我有真我啊，身不是我。啊，常乐我净里头有真我，常是永恒不变，不生不灭，就是涅槃。啊，乐呢，里头没有苦，找不到苦。啊，我是自在的意思，主宰的意思，也就是在万物当中，只有他能做主。啊，净是清净，一尘不染，从来没有染污过。啊，慧能大师明心见性。说了五句话，你看与常乐我净相不相应？第一句他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净。”啊，第二句话：“何其自信，本无生灭，那是常。”啊，第三句他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那是我啊，本自具足啊，一点缺陷都没有啊，真做得了主啊！啊，第四句说。何其自信，本无动摇。这里的落啊，只有本无动摇才是真落。啊，在喜怒哀乐之中啊，不动心呐、啊，这叫真落。啊，后头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所以他四句里头具足了常乐国境。无上妙德，无上妙德，当下一念啊，一念具足啊。下面如来应供到佛世尊，这一句是诸佛的通号。一切佛同居此时好，实则诸佛得无量啊，故得号也无量，说不尽啊。今随众生机，戒律而成是好。把佛的无量的能归纳为十大类啊，这十大类每一类里头都是无量无边，佛的就是性的，就是我们自己自性里头本具无量的德能啊。华严经上佛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
这个十个号啊，这是德。啊，相是讲的相好，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又此十号呢，在注经当中有开合，颇有不同。啊，有两个名号合成一个，有一个名号分成两个，叫开合不同。啊，例如净隐疏，隋朝慧远法师的注解，啊，无量寿经注解，合。啊，一诚实论，和无上士与调御丈夫为一号，开佛世尊为两号。啊，经一涅盘经、璎珞经、大智度论，无上士与调御丈夫分开是两个号。啊，至于佛世尊呢，涅盘经是合为第十号，经一涅盘说。啊，下面呢就分摄十号，这是属于佛学常识。啊，从这个十号，我们就体会佛的叫万德万能。啊，在这个地方说。略略的解释一下，第一个是如来，如是真如，成真如之道，来成正觉，故名如来。啊，这是对如来的第一个解释。什么叫如来？真如就是本性，所有一切众生哪一个不是成真如道而来的呢？为什么？真如是本体，众生是现象，现象离不开本体。啊，华严经在经题上就跟我们讲，体相用。啊，真如是体呀。啊，真就不是假的。体是真的，相是假的，相是幻象，相有生灭，体没有生灭，相有变异，体没有变异，永恒不变。啊，它是真的。相如其性，性如其相，性相也如啊，得认清楚啊。又诸佛安稳到来，此亦如来来。啊，此亦如来来，更不去之后有中，故名如来。这个解释说，诸佛从安稳到来，这也
如来来，如来来了。十法界的众生都有生死，六道有两种生死，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四圣法界有变异生死，不安稳呐！啊，安稳，两种生死都了了，这才叫安稳。佛从两种生死都了了这个地方来的，他来实现成佛了。啊，这就是如来来。更不去之后有种。后有是什么？还有果报。像我们人死了之后来生叫后有，不是死了就没有了，死了又还有，还有后有。啊，后有就是灵魂投胎啊，干这些事情啊，所以叫轮回。那么诸佛呢，没有后有啊，他只有来实现，他没有后有。示现在世间现身说法教化众生，他造不造业？他不造业。为什么他不造业？他没有果。啊，我们再用个白一点的话来讲，他没有私心，他没有自己。啊，在这一生教化众生，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示现八相成道，教学49年，没有一桩事情是为自己的。啊，现身是为一切众生，做个好样子。表演大家给大家看，做人要像他这个样子。啊，他所实现的身份是一个职业的教师，他一生教学。啊，非常本分，非常尽职，把他教学工作做好。从开悟到圆寂，没有一生不教学。啊，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断疑生信。啊，教学的目的在此地。啊，这里头最重要的是把极乐世界介绍给大家，因为只有这个法门能一生成就。这是诸佛如来对一切众生无比的恩德了。啊，帮助你一生成佛，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啊，这是如来的意思。又如诸佛而来，故名如来。这就是所谓今佛如古佛之再来，这叫如来。如古佛再来，又何赞也？涅盘，涅盘经梵行品说的，云何名如来？如过去诸佛所说不变，云何不变？过去诸佛为度众生，说十二不经，如来亦然，故名如来。
清凉大师在《四摄华严经体》里面说了一句话，释迦牟尼佛当年注释讲经教学49年，所说一切经教全是古佛所说的，释迦没有在古佛经教上多加一个字，就是引的这个意思。我们能不能相信呢？能相信。为什么？经佛跟古佛所证相同，完全相同。所证相同啊，他所说的当然相同，哪里还会有两样呢？这不是客气，不是谦虚，是讲实话了啊！事实真相确实如此啊！古佛与今佛不二啊！啊，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留意到，过去诸佛为度众生用什么方法了？摄十二部经。这十二部是什么？用现在的话来说，12种不同的题材，为大家说经教学。49年所说的一切经，不出这12种题材。啊，释迦如来出世亦如是。啊，所以今佛如古佛再来，又会说曰。如来亦有三，为法身、报身、应身，啊，这是讲3种身。金刚经云：“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此法身如来。”啊，这从法身讲的。转法轮论引：第一义谛明如。正觉明来，此报身如来也。第一义就是真如，就是自信，就是本经所说的真舍之际啊，这叫如。啊，正觉呢，将来这报身如来。诚实论云：“诚如来道，来成正觉，故名如来。”这是应身如来，啊，释迦牟尼佛所表现的。啊，诚如来道，来到这个世间，示现成佛，啊，应身。又天台受量平素，天台是智者大师，受量平素是法华经，法华经受量平注解，智者大师注的，如者法如经。非因非果，
有佛无佛，法性常然，遍一切处而无有异，这叫如。不动而至，这叫来。直至为法身如来也。法如如见，就是我们现前的境界。我们眼所见的，耳所听的，鼻所嗅的，舌所尝的，身所接触的，这个境界是如如境。什么时候是如如境呢？就在现前。我们为什么现前见不到呢？我们迷了，不迷就见到了。什么叫不迷呢？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见就是如如见。啊，这个见里头非因非果。啊，不起心，不动念，你才见到。起心动念变质了。有因有果，有然有尽，有善有恶，啊，就通通都起来了，一动念全起来了。如果不起心不动念，我们这个境界就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跟我们人不是两个法界，是一个。那么为什么一真法界里的境界那么美好？它全是真心，它没有妄心。啊，我们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我们这个境界马上就被变成像极乐世界一样。啊，我们的身决定不是血肉之身，啊，而是什么身？像经上所讲的，金刚紫磨真金色身。那相貌不是这种相貌，跟佛一样，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我们这个大地不是泥沙，是七宝。啊，这个物质现象自然就产生变化，它随心转。不起心不动念，那个心才叫纯净纯善，真心的，一丝毫虚妄没有掺杂了，这叫极乐世界。所以外面境界没有善恶，没有好丑。欧耶大师说得好啊，好丑善恶都在我们的念头，我们念头善变成善，念头恶变成恶，随着念头在转。啊，今天地球出了问题了，什么原因呢？我们地球上的居民人心不善啊，所以才搞了这么多灾难呢。古时候有灾难，没这么多。什么原因呢？善念多，恶念少。
啊，现在呢是恶念多，善念少。啊，恶念多的太多了，善念少的太少了，就变成今天的现象。啊，改变这个世界可不可能？可能。只要我们把念头转过来，环境就转过来了。大乘教里头讲的很多啊，境随心转，最近量子学家提出一心控物，跟佛讲的一个意思啊，科学家提出要以意念就控制物质现象啊，我们可以说近代这个三十年量子力学家最大的贡献是发现过去科学有一个很大的误会，就是二分法，但这是个严重错误概念。二分是什么呢？物质、精神，那就是心理跟物理，这是错误的。心理跟物理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啊，分开来就问题出来了啊，决定不能分开。因为现在观察到最小的粒子现象，它里头有精神现象，我们看到这个报告想到心经上所说的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我们以前都把五蕴皆空说作人身的，人的肉身是物质性色相啊，有感受，有思想，啊，形式相续不断，有识，有意识，啊，都把个人看到。现在科学家发现，最小的粒子里头，具足色受想行识，啊，真没想到的啊。啊，佛法里是说了，说毛端。微尘，但是我们始终没有体会到啊，到看科学报告恍然大悟啊，物质从哪里来的呢？今天科学家报告物质是假象，不是真的啊，物质是从意念当中产生的，所以意念就能控制物质，念头好没有一样不好啊，所有物质都变成切薄庄严啊，自然变的啊。那么现在这些科学家说他们研究所发现的，在目前呢称它做前卫科学啊，就是还没有被科学家完全接受，在实验，但是实验呢非常有成就啊，案例已经有几万个案例了啊，科学家如果完全接受了，他们说能够改变现在现世界啊，这个效果就不可思议了。
意念真的能控制物质，我们身体健康，就不需要用医药，不需要用什么补品保健，不需要了。我们只有善念、意念，能叫我们身心健康。啊，所有带着病毒这些细胞器官都可以恢复正常，那就是最健康的啊！意念能够让它恢复啊！地球上这些灾难可以用意念恢复正常啊！一切灾难都没有了，这小事，大事这个意念可以能够让太空星球改变轨道，有这么大的能量。真不可思议。啊，这个理论佛家讲得很清楚，我们相信。啊，人决定要放弃竞争，要放弃占有，这是错误观念。你不需要竞争，不需要占有，你想什么就得什么。啊，诸佛刹土里面就是如是了。啊，极乐世界我们看到所持住戒，那个地方物质环境是思一得一，思十得十，你想什么就有什么，不想呢就没有了，多自在呀！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是什么？自信的能量。自信能量不是修得的，是自信里头本自具足的。能量取自于自信，这是达到究竟圆满的。啊，所以现在的科学发展，我们相信二三十年之后这个世界会改变。啊，这些发现都被证实了，大家都接受了，都改变自己的观念。啊，把许多错误的看法想法统统纠正过来，这世界就走向美好啊！啊，佛法我们相信，再不会被看作是迷信宗教。啊，二是佛的经典会变成尖端的科学、尖端的哲学。啊，方东伟先生所说的，啊，全世界最高的哲学，最高的科学，这是好事情。啊，天台大师接着说，有佛无佛，性相常然，遍一切处而无有异也，为汝啊！啊，这个境界在华藏世界《华严经》上说的，在极乐世界《本经》上说的，不动而至未来。大乘经上
佛常说，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至为发生如来。这个现象我们人人都有，就在当下，只是自己不知道啊。这一点都不稀奇啊，我们自己也是当初出生的，随处灭尽的。啊，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那个对话，那就是事实真相啊。佛问：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啊，要用我们白话来说，我们凡夫起个念头，这个念头里头有多少细念，有多少形象，有多少意识，佛就是问这个意思。啊，弥勒菩萨答复：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先说念头，然后再说形象，念念成形，每一个念头都有形象，形皆有实。啊，每一个形象里头都有意识，这个现代科学家发现的，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在一起。啊，形象就是物质，意念就是精神，它合在一起，心跟无不能分开，念念相续，我们所看到的是相续相啊。啊，一弹指，32亿乘百千，百千是10万。啊，一弹指多少个年头啊？320兆。320兆个细念，每一个念头都有物质现象，都有精神现象。啊，那一秒钟，啊，弹得快的，我相信可以弹5次。320×5，这一秒钟多少念头呢？1600兆。这是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的念头生灭，那也就是物质现象的生灭，精神现象的生灭。这都无常啊，这佛经讲无常啊，3种现象都是无常啊。啊，念是波动现象，科学家称它为能量。啊，意念呢？念头呢？意念，科学家称它为信息。啊，境界呢？科学家称它做物质。阿赖耶的3细相：业相、转相、境界相。在4分里面讲呢，阿赖耶的见分、相分、自证分，啊，这个被现在科学家看到了，是佛经里面说宇宙的奥秘呀，啊，今天科学有能力把它揭穿，啊，看到这个现象，啊，告诉我们，
物理跟心理是一桩事情，决定不能分开。啊，这300多年来都是分开的，现在造成这么严重的灾难，就是什么？我们想错了，我们看错了。啊，只要把这个错误修正过来，外面环境自然就变好了。啊，所以佛经里面他整个讲的内容没有迷信的，佛教里头没有神的，没有仙人的，佛教里的佛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圣人，啊，就是他对于宇宙人生真相通达明了，在中国称圣人，印度称佛陀，中国称贤人，印度称菩萨，啊，中国人称君子，印度人称阿罗汉，啊，但是印度这个名词含义比中国还要谨慎，还要严格，它有一定的标准。啊，与世俗世间一切法没有分别了，啊，没有执着了，才成阿罗汉。我们中国没有这个标准。啊，没有分别了是菩萨，不起心不动念那叫佛陀。啊，中国没有这种严格标准。啊，印度标准这么严格，啊，通通是人修成的。只要你肯放下，所以放下就是啊。下面接着说，盖佛有法、报、化三身。啊，佛有三身。法身是他的体，报身是他的相，报身是自受用，啊，化身是他受用，啊，应化是他受用，是帮助别人的。故如来的解释呢，也有法报应之意。啊，有法身如来、报身如来、应身如来，啊，居如慧疏所摄，啊，第一个，无来去者为法身，法身遍一切处啊，这是本体，啊，正觉于第一地。真如实相如实而来，这是报身。报身是什么呢？他见到事实真相了。啊，真如实相，他见到了。啊，真如是见到体，实相呢是见到现象跟作用。啊，现象跟作用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他搞清楚搞明白了。啊，近代这些科学家也非常了不起，大概是在80年前1920年代的时候发现原子，啊，这是微观世界的一个起源，就是从细胞分裂，发现细胞怎么来的，原子组成，继续不断的
再把原子分离，发现了电子、原子核、中子，再从这一层一层分离，到现在80年，最小的这些粒子，讲基本粒子几十种啊，夸克也有几十种啊，这通称为量子。量子最小的，现在看到中微子，一个中微子的体积多大呢？是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1，换句话说，100亿个中微子等于一个电子。佛经上讲极微之微，再分就没有了。科学家从这样的分析研究到现在得出来的结论，劝导人类我们的思想生活要跟大自然相应，就是最健康的。违背大自然的法则，就带来了灾难，对自己呢带来了疾病，对居住环境带来灾难。说出来很有道理，将宇宙这些最基本组织它有秩序，它一点都不乱。发现到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没有独立存在。你们想想看，一秒钟1600兆的生灭，你怎么能掌握得住？所以单独一个物质现象找不到，科学家用纠缠，很多这些小东西纠缠在一起，你才看到。这说明什么？说明关系的，这个科学家讲的，实际上讲的叫从关系里头才发现到它存在的意义。如果不讲关系，不讲纠缠，单独没有一个存在，真的是佛经上讲的万法皆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现在科学家也引用佛经上的话了，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人与人的关系太重要了。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关系处好，就是幸福美满。关系处好了，没有误会，没有竞争，没有冲突，真正是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有无相同。要重视群体，这个东西非常适合于中国古代大家庭。我们中国古代确实与这个相应的，人活在世间不是为自己，是为家庭，为家族，特为群体。群体里面讲五伦的关系，五伦的核心就是个爱，亲爱，父子有亲，所有些道德这些条目啊，全是从亲爱这个延伸出来的。
所以这个父子有情，这个情感是核心的，信德的核心。啊，只是用最极清净心，你才能够体会到它，啊，才能发觉它。啊，所以今天这些科学家他们一心专注啊，就研究这个东西，啊，找到它真相了，啊，物质现象完全了解了，现在精神现象看到了，但怎么来源的不知道。啊，物质晓得了，物质完全是精神，是物质的基础，没有意念根本没有物质存在。啊，这个阿赖耶三细想，这个是搞清楚搞明白，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这个意念呢，科学家发现的报告里的说，没有原因突然蹦出来的，立刻就消失掉。啊，它存在的时间极短暂。啊，我们所看到的意识也是纠缠在一起。啊，一种相续的现象啊，看到它存在。啊，独立一个决定看不到。所以体现到关系重要，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一切万物的关系，啊，与动植物的关系，与山河大地的关系，啊，与整个宇宙的关系来讲这个，这是随顺大自然的。啊，不能搞对立了。啊，搞对立对别人伤害不大，对自己伤害是太凄惨了，不可以。啊，所以一切众生要存活在这个世界，要互相尊重，要互相敬爱，啊，要互相关怀，要互助合作，啊，这才是和谐、安定、幸福、美满。啊，而且科学家告诉大家，古人有智慧，不能轻视。每一个族群祖传的那些东西不是迷信，高度的智慧在里头，我们要去发掘。他说他们那些人有一种本能，你说科学搞到今天才发现阿赖耶，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讲的那么清楚，没有科学仪器，那他不用数学，不用仪器，他用禅定，这就科学。人有一种本能，这种本能的智慧不可思议啊，他能够了解宇宙奥秘啊，所以传说里头有很多好东西，不可以用迷信两个字去抹杀它。啊，真的，这是我们错误。啊，成真如实相之道而来成正觉，如是而来是为应身。注释。皆可以会识之说而知其意啊，这个会疏里面解释得好啊，
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